可乐鸡蛋、可乐鸡翅，还有没有什么是可以用可乐来做的呢？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可乐茄子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处理好的茄子加一点淀粉，搅拌均匀。有一道菜叫鱼香茄子，有一种喜欢叫我想你。加入葱、蒜、炒香，倒入一整罐可乐，来一勺蚝油和神州调味，盖上盖子焖一会儿，拌拌均匀，撒上芝麻和葱花。比起其他的可乐菜系，它再适合拌饭不过了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